请大家祈祷，仁慈的天父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根源，请垂听我们为李德才、若瑟弟兄所做的祈祷。天主，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是我们生命的根源。当我们走完人世的旅程之后，你召唤我们回到你的身边。一生奉献。
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当然爸爸走了，你们还有健在的母亲，也陪伴，会花时间陪伴妈妈，因为她另外一半不在了，她会心中的痛感受不舍。耶稣，你曾为拉扎路的死亡而哭泣，求你安慰这些为了李德才若瑟弟兄的逝世而哭泣哀伤的亲戚朋友，并求你也擦干他们的眼泪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请为在精神上或身体上受苦的人祈祷，求主安慰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恩赐他们坚信依靠天主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求主恩赐他们早登天国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现在我们诚恳地祈求天主，使我们这位教友李德才若瑟弟兄即将被埋葬的身体，将来复活时获得圣者的王位和地位。最后我们向我们的弟兄李德才若瑟心即共鸣，一起恭帮助信者灵魂，在天主认识，弟子来说，圣名若瑟弟兄出殡加奠定礼开始，请奏乐。我们首先请由我们的布上妻刘瑞花女士，我们灵柩前起就位。各位在座的长官、贵宾、家人、朋友们，大家平安。这是我要对爸爸说的话。
谢这40年来你对我的养育之恩。我想在儿女当中只有你跟我最亲了，因为我有享受过你有载过我上学，这是一般在同学们当中都会有的很一般的生活。你不善言辞，你总是用行动表达你对我的爱。从小到大，我总是吵着跟妈妈要一起去基隆接你进港，因为你进港，因为你是大夫，你就会买很多好吃的，还有买新衣服给我。爸爸，你的脾气非常好，从来不会对我发脾气，也没有打过我。从小直到我喜欢表演，爸爸你会用流利的日文教我日文儿歌，至今我没有忘记。某某大路上，某某大路上，我都想再请你教我多一点日语和日文歌，你可以再起来吗？每次回花莲家，我都会去你的房间看看你，摸摸你。你总是闭着眼，呼吸声很大声，咳嗽声已经是我在客厅看电视习惯的背景声了。今年初一的凌晨，就是你走的那一天，回到家还是会去你的房间，那是不同的是房间没有人了，灯没开了，回家看电视也没有听到你的咳嗽声和你以外的呼吸声了。爸，我知道你的时间到了，你要出去捕鱼，这次当船长去到你的小山生活一个。你对我们的爱，你对我的好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。对你只有深深的感恩及感谢。在这里先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在你生病的这个期间，我没有好好的陪在你的身边。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我用最真诚最感恩的心，最爱最不舍的心，陪你走完最后一程。爸，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爸爸。下辈子我还要再当爸爸的女儿，继续好好的被你疼爱。最后，你最爱的小女儿要送你一路好走，你最爱的阿 King。 相信你们的祝福以及思念，爸爸在天上也都听到了。
才圣灵落审弟兄，出殡供殿，定礼开示，请奏乐。
下，故主内里德才圣明作水李修灵就席敬敬礼鞠躬。一生
亲爱。